楞严咒，将来呀、啊、一定是成佛的，一定得到啊无上正等正觉。你要能诵啊背本，对本越读，背本越诵，对着本子、啊、这叫读这个咒，你不能啊完全的记得住，离开这个本子这叫诵。你要常常能诵念呢这个楞严咒，就能消除你啊许世的业障，往昔的这个罪业就可以消除。这是啊这个楞严咒这个妙用。怎么叫无呢？这个无这在这个地方讲，就是说的啊高明无极，高啊也光明到极点了，没有再超过这种高和光明，这叫一个无。那么这个上呢，就是尊上莫等也上，没有比这个再尊贵的了，再高尚的，这叫上。这个神，神就是不可思议，也就是啊，在这个楞严咒书上就是威灵叵测，威灵叵测也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就叫神。咒，这个咒就是啊，感应道交，有一种呢力量。你这儿啊念这个咒，就有感应。所以啊，这是个咒。佛顶光明，摩诃萨旦多波达拉，无上神咒。这是啊，这个佛顶的光明犹如大白伞盖，来呀、啊、引照俺们的一切的诵持咒的人。所以啊，这叫这个楞严咒的前边这个大了的念。一咒微，这一般呢，这个我们是说的这个翻译这个咒的，微指啊，是指这种微妙的之处，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东西。翻译咒啊，这个翻译经咒啊，这个经咒想要翻译啊，略有四才，这个方法啊有四个原才。四个原才是什么呢？第一就是音字俱翻啊，音也翻译过来了，歌也翻译过来了，就是什么呢？读经文释音，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经，这个经呢，音字俱翻的。二呢，音字俱不翻，这个音也不翻，字也不翻啊，音也是还是翻音，字也是翻字，就是什么呢？就是，西来反甲，就是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梵文啊 ,Sanskrit, 就是这个西来的梵文，没有翻译成中文、啊。第三呢，就是翻音不翻字，翻这个音呢字没有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万字。万字是人。万字。第四呢，
是翻字不翻音啊，翻这个字翻译成中文了，但是这个音呢还是梵音，还梵音。主咒语言就是所有的咒啊都是这个翻字不翻音啊。那么你念这个咒啊，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咒又是什么那么撒旦多出去都有拉合第三门三口写，这你要知道这都是啊梵音中国字，而音是梵音啊。现在好像你把它翻译成英文，就是音是梵音，那么字是英文的，这也是梵字不梵音。金刚第四，金刚第四是什么意思？大家看看说一说啊，什么叫金刚第四？金刚第四是什么意思？我开始学金刚第四的意思，刚才的。Now, the present fourth, I guess. Maybe you can say it in English, huh? 什么？嗯？什么？你说？嗯？ Well, now, in the present is fourth. 嗯，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是。嗯？不知道意思，谁知道是什么意思？金刚第四是什么意思？ Anyone guess the meaning of those four characters? Four characters， 金刚第四。Now, if this number four, number four.What? 这说的什么？ What does this mean? The word is now, it is number four. You follow me in translation. 果四，你找新，现在你找到第四了没？啊？什么叫金刚第四？金刚第四是他说的发字不发音，是就发就咒语，这是第四啊。对对啊啊 pass 考上了这个哎，你们不说话的都能 pass 嗯。对呀，咱不知道这个金刚第四，就是说的这个翻字不翻音，就是说这个这第四，这个四翻字不翻音啊，诸咒语也啊，金刚第四就是这个翻字不翻音嘛，这个楞严咒就是翻字不翻音嘛啊，所以这是挪一个地方就不认识。又有五种不翻，又有啊，这五种不翻。第一呢，就是秘密不翻，秘密啊，旁人呢不知道，所以啊，很秘密的，秘密的怎么可以翻呢？翻出就不秘密了嘛。所以啊，这个诸咒是也，所有一切咒都是秘密不翻，因为它很秘密的啊。怎么秘密呢？它这个一个一句里头啊，含着多义啊，很多的意思在里头，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用啊啊，所以说诸咒是也。二，多含不翻，多含呢，就一句里头啊，含着多种的意思啊，好像这个般若也是多含不翻。啊，它有这个观照般若呀、文字般若、实相般若，有这么三个意思，所以就不翻。那么这是多含不翻啊，多含不翻呢啊，就是合切六意
这和解盘呢，和解盘是什么啊？你们个人谁知不知道和解盘？什么叫和解盘？不知道，你知道和解盘吗？谁知道就说。那这个师傅，我想去学尊，去跑的班啊，专门跑的班去班里面，他们也去学尊啊。对的，那有六艺，六艺是什么？知道吗？啊？不知道。嗯，有人知道吗？和解盘六艺。有六种的义理。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告诉告诉我。免得我在这站的腿都直了。没人知道？有人知道就要说，要知道不说，将来就变哑巴。谁愿意变哑巴？你们都不要讲话。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自在。自在，他在不在？是生。哪个时？哪个生？啊？至圣啊！哎，至圣，什么至圣？第二是知圣，第三呢？啊？啊，端严。明诚。吉祥。珍贵。这个和解凡六义，因为有六种意思，所以就不翻啊，这个很翻，没有翻译出来啊。这个第一个意思叫自在，自在就是不打妄想，一打妄想就不自在，就跑了啊，明信不信？第二知圣，知圣啊是什么呢？什么知圣呢？啊，不是那五阴之圣那个知那个圣啊，那个知圣，这是光明之圣，光明啊。第三是什么？端严啊，端是端正，严是威严啊，非常端正庄严。第四呢是什么？第四是什么？吉祥啊，名称啊。第五呢？第六呢？珍贵，您都记得了吗？这个要这个破体盘下半头波达拉那么吹头地。啊，就是有这个六意思，有六种意思，啊，和佛前六意，就这个啊，自在、知圣、端严、啊、明诚、啊、吉祥、珍贵，啊，有这么六个意思，
第三本无啊，本来没有，在这个中国没有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说的那个阎浮树，好像阎浮参天树在中国没有啊，所以这本无不发啊，因为跟在中国没有，所以翻译出来他没有人懂，所以这个阎浮树还就翻译阎浮树本无不发。这个顺无不翻，顺无就是古人呢这么样翻翻的都很不错的，首恶偶菩提，恶偶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恶偶动了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这也不翻，这是顺无，因为呀、尊重尊古不凡，尊重古人呢，人家费了很多心血了，人家翻译出来，我们不要再弄一个特别的标意现旗呀、说我超过古人了，不要的啊。这个无生善不凡，生善呢就能生出种种的善法来，所以不凡。这是什么呢？就般若，这个般若呀。为什么不翻呢？就尊重他，对，尊重也生善，所以尊重也不翻，生善也不翻啊。金属第一，现在这个呢，就属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地密不翻啊，地密不翻，这是金属第一，跟和那个金刀玉四这是一样的意思。正脉云呢、正脉就是楞严正脉书啊，他说显教入受方显说，这个经呢、就好像一个药方啊，来很明显的告诉你，这密招呢，密招啊入受药密知啊，就好像啊，把那个药给你抓了一副药，你大概要把它包好了治你的病，治病哪一味药治哪一个病呢？它是大概就是自然，它有那个力量啊，这个你不容易知道的，所以叫秘制啊。一开三力，这个意思呢，又开有三种的力量，三种力量，第一。就是理法力，这个理呀、就是道理呀、没有边际啊，所以说这个以一字含无边妙理，因为它一个字啊里边就包含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啊，就圆亨利真，就好像那个易经上所讲的这个圆亨利真。这四个字啊，每一个字就包括这个八卦里边的这个很多的义理，很多的道理都在里边藏的，所以啊，对。二呢，就是威德力，威德力啊，大众威德位啊，有的人呢，你好像一个人呢，或者两个人、三个人呢，他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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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啊，说的不停口那么说。你等你叫他大家人多了，你叫他讲一讲眼呢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大众的威德位把他吓住了，吓得他那么机关枪也不敢放了啊。那么这是大众威德位，这威德力，威德的力量。这是什么呢？就是三宝神圣啊，明德力道啊，这个佛法僧啊。三宝这个神圣啊，他这个名成古文，这功德也大，力量也大啊，就好像什么呢？入王臣称事啊，就好像广大臣那个称事似的啊。这个第三呢是什么呢？实语力，就真实的语啊的力量，实语力，真言咒怨。就是说我们念的那个真言跟咒怨啊，
哎，要你怎么样吉祥如意啊，如意吉祥啊，要是说说你这个一切都平安啊，这个这很吉祥的，吉祥如意，就祝愿，给你祝愿的念念真言，真言它因为不打妄语啊，这里头没有妄语，所以叫真言，咒愿，念那个真言咒啊，就给你咒愿，好像啊，我们修四十二首那有真言的，那都是咒愿的，超凡入圣啊，他祝愿呢，愿你超凡入圣啊，愿意你啊，早生圣果啊，入诸入道四地级呀、啊，这就好像这个真言咒愿呢，这个咒就像什么，就像皇帝那个诏书似的，那个诏书啊，或者赐予似的，赐旨似的啊，赐予就是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地级地级呀、啊，这个地就成绩，成绩什么呢？就是做皇帝，就是做皇帝呀、啊，在那做皇帝才叫地级。这个祭祭长水，长水呀、啊、是一个是一个法师啊，他说了说自古不翻料有五义啊，古来呀、啊、不翻译的大料的有五种意义，一诸佛密语啊，余圣难通啊，这个诸佛所说的话，其余的这个圣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难通啊，就是不明白。二诸佛密印，诸佛的秘密的心印法门，六王印信呢、啊，就好像国王啊那个玉玺的国王那个印似的，这是啊印信。三呢，总持法门啊。能统一切法，持无量义，这个法门啊，是什么呢？就是般切六义，般切般那个六义，就自在之圣庄严啊，这个吉祥啊，尊贵啊，还有一个什么名称啊？因为我不好名，所以把这个名称给你说忘了。哎、啊，也要调得好一点名。四，鬼于身，鬼于身王名，这鬼身王的名字啊，护持守护啊，就是叫他来守护这个持咒的人。五，不思议力，有不思议的力量啊，赦罪受持啊。把这个罪业都受了，都赦了，赦免他的罪业，受持，用啊来叫他给担任一点这个职务啊，或者啊做一点什么事情。孤山月，孤山也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啊，一个法师的名字。诸经密咒啊，说那个诸经密咒啊。略解不翻的、照着这个规矩呢，照着规矩啊，是都不应该翻的。自古人呢，是这个人呢，所有的这个法师都有一说啊，都有啊，很多不同的说法。天台呀。把它取到一起来呀、汇归到一起，不出四气啊，不出四气坛，这个四气坛啊，就是这个什么一呢啊，这咒什么？这个咒呢是鬼神王的名字啊，称其王号，你呀、好像楞严咒里头啊，也有很多都是鬼神王的名字，好像啊，
那个九攀塔呀、七车蛇呀，这都是鬼牵王的名字啊。不如净土啊，他那个你成那个大鬼的鬼王啊，那个小鬼啊，他恭敬那鬼王，所以他就不敢撒野了，就守规矩了啊，不敢为非，他不敢做坏了啊。世界欢喜，这是啊，世界戏谈，这欢喜人得到欢喜。二云咒的第二咒入经中啊，密号就好像军中一个口号似的啊，口号好像那个军队每一天都有一个口号，这口号啊是那个司令官发出来的，所有下面这个军队啊都知道这口号啊，晚间要是回来走路啊，见着不认识就问来口令啊，这个对方就说一个什么什么啊，或者是天啊，你看问口令天啊，或者口令说地，那么问他口令啊，他地啊，这就答上了，就没有事了。如果你要说不对的，那就就要开枪了，就要打了啊，这军中呢，密号啊，乡音无所何问。你这个问他的时候，你不能再问问旁人说什么口号是什么啊？叫旁人告诉你这是谁的啊？就要即可就要知道。故乡音即使之啊，乡音啊，就是你不。答得对的就无所何问，就不逮捕你，不抓起来你。你要不相应，答得不对的就把你抓起来了。啊，不相应，即止之，就抓起来治罪。是为人戏啊，生善也，这是为人戏谈。三云咒者啊，密莫遮恶。这个秘密的能把这个罪业都消除了，这个就把恶业都消了啊。于无使者，那么把这个罪业都消了，旁人还不知道。如见人问他果啊，就好像一个见人问他果似的。大成王子自己欺骗人呢，说你这我是这个某某果的果王啊。这个弃以公主啊，那么到这儿啊，就骗人，人家就相信了，就把这个国王的公主嫁给他了。多臣难事，他很大脾气的啊，这样样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啊，好像是所谓穷人乍富，舔羊挖肚啊。就是焦毛周身都是机器啊，很难侍奉的，很不容易相遇的。人来偷明啊，有一个知道他的人来给说明白了啊，假以计言啊，用一个计讼啊来一说啊，他就老实了。假意计言，豁然不歇。昨天呢，他这个假意计言，假，这个假是假借，无德去他国，没有德行的，跑到其他的国家了去了。欺诓一切人，欺诓了世间所有的人。本是贫穷者，本来就是一个穷人，何劳扶作臣，你何必这么大脾气呢？这就是借这个计从，无德去他国，欺诓一切人。
本是贫穷者，何劳辅佐臣？你本是一个贫穷的人，何必这么大脾气呢？默然而泄，默然自泄，他就停止了。知道啊，这个人家都认识他了，知道了，不是说怕人家给说穿了，怕人家告诉你，这个一个寄送给他一念，他就老实了，就不发脾气了。默然自泄，去对治破恶意。这个呢，就是对治这个这个人呢，他有一种恶的习惯，把他恶的习惯给破了。